好，五万来就火，就整个都火起来。好，乔治哥这五万来的蛮关键的，非常关键。那右鹏呢？右鹏的手牌目前哇，再进六万，这个牌是张张进啊。八条来，这样子乔治哥其实他解决掉蛮多问题，他就靠着这个万子的连结哦，他可以解决掉一个二二四四的这种重复的这种中动牌的问题。是，翻桌哥欢迎上线。翻桌哥下午好。哦，这个也是哦，我觉得他会留，他可能会先考虑先走掉一张万子哦，但是走六万的话，我是比较偏向选择走四万。好，走六万也不是问题。OK， 他最后可以去听进二筒二条的话，可以去听个对倒。是，炮哥会选择四万的，原因是，因为我有一个四万呢，四五六七八嘛，四五六七八八八，那我只要再进一个三万，再把二万打掉的话，其实我这个牌就是一个蛮顺的这个牌。OK。那当然，他的如果像乔治哥他的设定，如果最后会很有高几率会去听卡二条或者是二万四万的对倒，是。泽凯都一进听，好，那泽凯的一进听，那右鹏哇三万上来了，这就是要四五六七八，他所以他要去听。这三万来是不是可以？他有个一三三条啊。对，还没有，这样就是还没有停牌。二三四四五六七八，还是要先走。他目前是可以停牌的，但是他先放弃停牌。OK， 对，他是可以停牌的。三条下来，好，那现在停牌了。对，大家就求听口好。是，对，因为刚才如果停牌的话是听卡三万，那这个他现在去停牌的话是一个。一四七多面的螺丝，一四七还有带别的吗？我们说没有，就是要看的是这个，对，一四七有一四七带这个三六九，哦，对，糊了 ，OK， 恭喜乔治哥，乔治哥，这个很多很多门呢、啊，对，这个我觉得这一手牌不，乔治哥操作不错，先放弃一个比较差的这个听口，然后去听一个一四七带三六九。好，这一把结束之后呢，第一节结束，那我们玩家上下换位之后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